这个，哎，蚩尤要出来了，画面已经切进去了。好的，这个画面震撼感还是十足的啊。是的，蚩尤，天崩地裂，应该很常规是用风阵去封这个蚩尤的。好的，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一下蚩尤的一个位置，来看一下咱们第149届武神坛的一个封印蚩尤。这个我们管理变得一个孔雀，似乎走路不是太快啊。哎，他好像很确认这个就是封印蚩尤的一个坐标啊。来看一下，似乎有点迷路了，并不确定啊。这个还绕了一圈。不知道有没有玩家好心的玩家去私聊这个管理。在哦，有玩家提示哦，不对不对，你这个你不能误导我。导播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封印蚩尤的一个地方，没事，咱们来看一下。因为前期的话也是，主要是这个场地太大了。对，这个场地实在是太大了。非常的一个红光，赶紧找到这个地方吧。所以说我们大家也耐心一点啊，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有玩家知道的，对对，告诉一下咱们坐标在哪里。是啊，我们也好通知一下导播。幺，不对，这个坐标不对，刚才走过的，兄弟你不要误导。有没有玩家知道的？是2212吗？应该。这个还是让我们这个导播这边来找一找吧，大家耐心一点，目前还没有找到啊。大家这个再稍等一下啊，再稍等一下，因为他们现在在找那个蚩尤，还没有找到啊，这个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大家再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将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武神坛封印的一个蚩尤。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在本届武神坛当中的话，一个冠军是钓鱼岛，他也是像很多玩家、很多他们的粉丝说了整整一年了，鱼岛必有一冠啊，这么一个说法，也是圆了鱼岛的这一个梦。没错，冠军梦。是的，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马上再次回到封印蚩尤的一个界面，咱们来看一下这场封印蚩尤的一个战斗。好的，那很常规开了一个风阵，很常规风阵，但是先进来看老关的话，这边已经有人物单位倒地了啊，倒地是个神木林，看到了他头上有效果，对对，风铃啊，风铃的一个效果。对战方的一个蚩尤比较幸运的是。一个中间位不是一个秒三的一个法系，风系带了一个方寸。好的，也是提前把纸人挂一挂啊。应该前期是要把这个强梁给摁倒的，因为强梁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集火单位。那现在也是集火这个强梁的一个猴子，这个吸血鬼已经没办法了，吸血鬼这个在一个单位残血的情况下，他会直接收掉你一个，对，先会杀掉残血的一个单位，对。好的，看一下观战方物理这个点，应该是强梁肯定要先杀掉。现在多位先集火强梁吧，但是观众方这边神木林中了一个小爽倒地，而且是全封印的一个效果。来看一下观众方这边怎么去打封印的，是士多没中。好，血灯来走一走，出了一个劳心，加了一个野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伤害啊。对面因为你不能一次性把它摁到的话，对战方是有一个单位是可以去换血的。是的，好，强梁哦，还是啊，这把是还好，宝宝神佑，神佑卡了一个大金，很重要啊。这边直接卡满，
好，看一下，观战这个普陀这个点还是要斜线要注意一下，因为普陀是一定不能倒的。是的，而且咱们也看到了，现在有一把剑直接放在了队长的一个头上，代表他这个回合会被集火啊，所以说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鱼岛也开始在前期稳则的时候打了一波广告。啊，这个直接全封。烟雨3300，5900，连环继续，连环击，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强梁击倒带进。好，这个强梁倒下啊，强梁直接被摁死，基本上能够连倒三个单位，也就预示着这个能封印成功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至少可以平平安安的啊，可以进入到蚩尤重生的那个环节。对，观战方的一个神木林也告诉了一个指挥，我的小死亡可以拉了，赶紧把我起来，我想秒。非常有意思啊，我不想看着你们玩，我想起来一起战斗。法系的一个时效性在封印时效蚩尤中还是很高的。嗯，其实我印象中封印蚩尤最强的曾经啊，就是过往的应该还是百花村的三龙宫封印蚩尤，没错啊。但是在一个武神坛调整之后的话，现在一个不能上一个三个同门派的一个门派。好，开始。按照正常的理解，这个时候要么杀地江，要么杀天无是最好的一个效果。但好像刚刚他们杀的是站在后排的那个是变这个是蝎子精啊。嗯。神木林好惨，刚起来因为残血直接被对战方的一个吸血鬼给手撕了。对。这把所以拉起来最好顶一个大金。对，这把的一个激活点是在龙龟的一个身上啊。应该还是要拉起来神木林啊。这回合的话，这个球是在对战方的一个蝎子精身上的，反正是应该是集火的蝎子精，然后他就那个能量格满的话就不能放大招了。哎，我们看到了神木林发出了一个指挥啊，全队集中攻击二排左二啊，貌似这个也是永生哥开的号啊，永生哥开的号，大家也非常熟悉永生哥了。对，好，这边的话对战是把共工啊这个点是开出来了。嗯，这个永生哥真的是虽然人倒了啊，但还是继续指挥着大家啊，让大家体会一下梦幻最初的一些乐趣。其实所有队伍到封印蚩尤阶段来说，也是蛮希望能把这个蚩尤成功封印过去，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的。对，这个是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同样的话，永生哥这一次的话也是一起去封印蚩尤啊，非常有意思。现在的一个人物单位被封印的五个，会不会去考虑出一个逆境来解一个封印？好，继续拉起来神木林。哦，这个普陀山中了小死亡倒地。这把的话，普陀倒地，加上力武装，这边是倒地啊，所以说难度还是很高的。关键是中了一把小死亡啊。嗯，希望观战方能够冷静去操作。是的，不要在这个情况下去翻车了。好，拉起来力武装，这边直接踩塔，狮驼直接变身。对战方的一个竞品貌似的血量也不多了，应该也是差不多要倒地了。
换的这个血只有5000。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挺危险的，真的。啊，这个神木林的神木林输出起来了一下，对。啊，神木林也不管，我要秒。你看，永森哥说我要好好听指挥的指令。啊，也看到了这个鱼岛对于永森哥的一个怎么说呢？赞叹吧，梦幻屹立地啊！这个打宝图打了5年，获得一只神兽，真的。这种东西要坚持，对对，还真的很难的，对，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一个。其实梦幻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多种多样的一种玩法，对，体系也好，门派也好，甚至说娱乐性的玩法，就有没有一种感觉？当年我们经常3-5个人一块组队干嘛去？钓鱼，钓鱼，对，钓鱼，组队钓鱼还有额外的效果加成啊，对。那我们看到观澜方这边也是开始施说你连环击先清这个蝎子精，但是这种清法会不会有点危险呢？咱们来看一下，对面有个天舞，天舞这个回合伤害打出来的话其实很危险的。嗯，他的头上是顶着一个能量球的，对，顶能量球这回合很恐怖的，三刀还加了一个小死亡效果，是这个武装起来之后立了一个纸人，那接下来就很危险了，因为不管你用哪只宝宝来拉起那个人物单位，只要他血量是最低的，那奢比是就来收人头了。嗯，按照目前场上的血量来看的话，现在神木林跟这个武装肯定是最低血量了。对 对, 对，你再用宝宝啊，宝宝也拉起不了，你只能骨头来拉，有小死亡。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普陀这个点还是很关键的，哎，一定是不能倒的，本来啊，还是有一个意外。配速解开了一个力武装，但是被卡封了，看来又是一个罚站的一个回合。力武装好，这个是法器继续倒地，好在是没有死亡，现在只能靠这波宝宝了，看一下这波宝宝怎么来运作起来，把人物单位先拉起吧，我觉得。对，如果说是普陀这个单位点能够起来，机会还是很大的。而且普陀是中了一个小死亡的，不能有一个单位能提前去拉他一个小死亡，所以这个小死亡是满满的一个，要等到他一个结束才能拉起来了。又卡封了。对面的一个雾中仙真的是特别的恶心。好，血灯涨一下。永森哥也是看破了生死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给我们感叹了一下，我不死谁死。就是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没错。但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话打了这么久了，对面只倒地了一个强梁的话，其实非常危险。普陀的小死亡结束了，可以拉一个顶一个大金，要不然的话对面的一个奢比是在那个残血之下的话会直接守势的。嗯，因为现在主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观澜方这边普陀脚下三封，他现在很难受，他现在只能够看一下有没有一只比普陀速度还快的宝宝可以给他喂一个五龙丹。对，啊，没有，直接踩塔，只能用宝宝来拉起武装，又卡封，哇，这个卡封就真的很难受了。怒击2900，这个有盾没死，武装没死，但也没太大作用啊。武装也倒地，因为武装你要靠50%以上的血量才能。好，这把的话是普陀拉起来了啊。普陀也是中了大死亡，很久才拉起来了，但是被手撕了，真的确实直接双杀。还是要用宠来有一个卡大金的一个操作，还有一个卡大金，对，卡大金，要不然很难，要打一个小配合才行，不打小配合的话，说实话真的拉不起来。希望鱼岛能坚持住，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梦幻节的一个奖励。高速提又卡封了，好在没有封印中。看一下这一次吧，
1500，但是又被天无给手撕了。这个丝血，射比师在你没办法，太难了。射比师在的话，你真的是丝血要拉起来，你再这么拉几次的话，说实话九转都没有。对，但我相信的话，外面有很多一个热心的一个玩家会在外面扔药进来的。好的，这把的话，场上全员还是不太健康吧，只能说，三个倒地，一个是反复在倒，啊，重点还是一个点，普陀这个点一定要能够拉起来，啊，利用宠的一个配合把药带上，然后拉起来，利用这个节点把士多岭和神木林能够带起来。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现在现场有，应该说在看直播的玩家都非常想拿这个梦幻节的一个奖励啊！对对对，我的心情也一样啊。这个估计是鱼岛目前啊，这个隐形啊，不能说隐形了，大家看看看弹幕就知道了，压力非常的大。但还好的话，这一次的封印之游对战方是没有一个祝融单位的，没有祝融单位，要不然的话，我估计秒时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劣势的话会被直接给推出去了。是，那怎么说呢，观澜方神木林又再一次中小死亡倒地，但是普陀山还是一个封印的一个状态啊，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对于鱼岛来说，高速提起狮驼直接连环击吧，可以，但是的话对面那么爱卡风会不会也 是而且有个能量球，没事，有一个催眠，这一次能量球会直接解开的单位。你看，森哥又来指挥了。普陀来拉起狮驼，来看一下，狮驼能不能搞定？3500，有概率啊，有机会。但我觉得好像打死了这个单位之后啊，好像也没有办法有太好的收益吧。总体的感觉啊，普陀又倒。普陀这个点反复被守啊，你看狮驼岭也倒，色比师再收一个尸体，这个回合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虽然说对面这个回血的竞品女娲还有已经是倒地了，但是这个回合还有个天舞，我跟你说，你最希望的就是这个天舞打到一个宝宝的一个身上，然后那个宝宝神佑顶着能量球的单位就不要去用那个封印法术了，刚才就是直接他的一个施法，你那个催眠无效，直接他就施法出来了。对，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天舞打到宝宝的身上，宝宝神佑啊，自己给自己吃一个大金的，希望能稳住一号位，宝宝拉起了普陀，哦，还是用卡风，封印命中率还非常的高，这个卡风真的是有点绝望，有点绝望的，真的。我跟你说，待会天舞如果还打到这个号上的话，打到方寸身上就很难受了。舍比师先收一个尸体，还好普陀倒地，躺地其实还是个好消息，因为一个天舞顶的能量球的话，可以，先清掉了一个吧。啊，狮驼岭默默承受了这一次天舞的伤害，而且还挂了一个小死亡，被封杀倒地。现在没有了输出在场上了，这波宝宝肯定都是用来吃药的，输出的可能性极低。对，那这边的话有一个点能够怎么来起，只能是用方寸来拉普陀山，然后这个对一号宠来开一下封印。没错，对，不过比较庆幸的是对战方确实只有天舞这一个高输出的一个单位，对观战方那个威胁不是很大，在外面可以丢药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能够把局面给搬过来的。陆基先清掉了，这是普陀的宝宝啊，四号来拉起普陀，哇，这个手势恰到好处，我只能说四号位的宝宝待会是不能再用它来也行吧，四号位好像是一个全场最龟速了已经，但是刚好这个回合只是对方的吸血鬼头上顶着个能量球，谁顶能量球谁就场上最龟速的单位。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个提拉真的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思量了，要不然这个人物是根本拉不起来的。那这个回合咱们再来看一下吧，
肯定要把能打的药品全都打出来啊，直接五龙丹来解，但这个解又卡封，又卡封。怒击，哎，宝宝神又还行，看三个宝宝的一个作用是什么？难道本场的一个封印是由对战方的一个雾中仙是观战方的一个最大克星吗？就是他很厉害，只能说他很厉害，尤其是我们看到对面有卡速封，而且封印命中率，我怀疑他带了一个什么八抗八八封印十封印的一个十一段的一个零四吧。时间上的话，已经是过了二十分钟了啊。对，没错，过了二十分钟那个时间了。二十分钟过后，对面还有二四二六七，这个时候先不算蚩尤，还有七个单位。顶了，出贝玉了，贝玉那还行，但是你还得有一个小配合，卡一个五龙丹啊。两千二，其实这样的局势还能稳住的，因为对战方确实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输出单位，主要是他没有了一个强粮先，嗯，你血量比较多的单位其实是现在比较难死的。这个单位顶着球就很危险了，因为他会一个单个单位一个高额伤害，还附加一个小死亡，寒冰监牢的一个效果，嗯，很危险。那至少现在对战方是倒地了三个单位，三个单位了已经。对，那共工这一次的输出，咱们来看一下，估计是有一个单位要被小死亡摁在地上。啊，自己再给自己再顶，又一个贝玉，又出一个贝玉，运气不错，运气还不错。这把封印没中，神木灵月出手，看，哇，那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没办法了。宝宝也被清掉了，场上只剩下了五个单位。二号宝宝输出，四号宝宝再卡一个药，寒冰监牢，果然应声倒地，中了一个小死亡。啊，狮驼岭场面很倒地啊，很悲惨啊，就剩下三个宝宝和一个移树，而且有个重点就是这个回合是观乐方唯一可以喘息的一个回合，因为接下来这个能量球将会去到天武，再去到奢比斯的一个头上的话，对，你是很难受的。你看天武再先把力武装按倒在地，这个也50%的一个血量了，只剩下好普陀山，看能不能起来。起来的话又被封了，吸收。好，这是一把逆境啊，这个逆境出的真的是很亮，把全体的一个还有把那个小死亡也解掉了。是的，那很亮眼的一个召唤的一个逆境。看一下孩子吧，孩子拉出来之后肯定是要用来拉人的。对，难道永生哥要起身给你吃一把群秒了吗？是的，森哥估计马上要站起来了。那下一个点优先的话应该是要舍比斯，下一个步先杀这个天武或者是这个共工啊，催眠。好，这把的话还是没有中，可以吧，至少他吸收了一下这个封印。古陀这个时候先选的点灯也行，点灯也会比较稳，把自己一个血量给恢复上来。但我要看天武啊，天武这个连击会连到谁的哪个单位身上，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2500，方寸也残血，龟速来拉起，被手撕，没有顶血。天武不要乱来，真的天武，哇哇，永生哥都用防御了，永生哥，他说感觉对面的伤害好像和我平时去打宝图的一个强盗好像不是一个级别啊。森哥估计就很心里面肯定有一句话想说，你就是在针对我。所以选择了一把防御。你就是在针对我。好，继续来再吃大金，这个，哎呀，又把普陀给封进去了。那其实这种操作来看啊，当下果断的就一个操作，直接选择点开封，嗯，对不对？反正你必中，对，反正是你是必中，但你不配速也不行啊，对吧？右边五号位的那个宠是能够配上速度的，那就行。嗯哼，
两千，一千二，这个宝宝一千五还能站住。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本场的一个医术是可以出手的，应该是要封印一个单位，最好是把那雾中线给控住了，再被封印进去的话确实挺难受。好的，这把的话应该是要用这个千速，好，用水清来开普陀，但是自己被封印进去了，顶了个大金，拉起来狮驼岭，狮驼岭应该又是一个连环击出手，只是换了一个孩子，啥也只是，永生哥已经在哭泣了，有点无奈。永生哥，为什么我全场没走站起来几回合？主要是永生哥现在是有点难受，都已经哭出来了。还有五个金镶玉啊，这个即使在公屏打，对面也看不到啊。不过对战方的话，确实没有一个高效的一个输出。还能缓住一个节奏，哇，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消息。永生哥说九转回魂丹已经没有了，那就代表着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二号的童子只能卡大金。对，嗯，人来拉起狮驼簪，又被卡封了，又被卡封。武装这时候拉起来只能平砍双半天，要不要考虑先集火这个雾中仙？啊，又有两个九转回魂丹了啊，有人送药了啊。看来一些热心的一些玩家听到我们的一个解说之后，看到一个直播之后，去现场扔了两个九转给他了啊。其实福战来说，大家都有一个梦想，封印蚩尤，封印蚩尤。对，其实到最终封印蚩尤这个过程，大家目标都一致，都是希望把蚩尤能够封印过去。没错，而且我之前在梦幻官方论坛上的话，也是看到有玩家说，其实我们每过一个月。就我们现实当中每过一个月，就等于梦幻秀里面已经又过了500年了。对，确实我们的是2.5分钟是一个时辰的，是非常的快。没有，主要是白天黑夜那个切换也就是15分钟。不用这么严谨的逻辑，蚩尤就是每500年重生一次，好吧？不用这么严谨的一个逻辑啊，这个真的有点吓到我了。蚩尤就500年重生一次啊，就相当于每过一个月，游戏里面就过了500年了。嗯，手撕狮驼，看来是有点讨厌那个对战方的一个雾中仙了，去集火了。但是观战方方寸这边是中了小死亡倒地，所以说梦幻真的是带给我们。无穷的这个欢乐和开心，是啊，也是真的是，包括他们福战团队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认识了诸多的这些朋友好友。因为我本身我这边是可能会经常会到处走到各地的，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彼此感情啊都是比较真诚的。是因为主要是他这个社交系统，对。对于当时候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积攒了很多深厚的一个友谊吧。那先看一下这个，出了个漫天，漫天，但是没能带走。有没有单位拉起一个神木林去补一个伤害，把能量球给顶起来？对，啊，龟速再拉起了这个，哇，这个武装，哎呦，再次被摁倒在地。对面的一个设比师说要比谁比一下谁比较龟速吗？难受。接下来这两个回合，对面又是两个输出单位头上要顶球，先是这个天舞，看他连谁，最好是把三个单位给提起来，要是普陀再被一个有顶着能量球的一个天舞集火的话，被集火死的话又被挂一个小死亡了，到时候又是满满当当的一个满五次的一个小死亡，非常难受到时候。看一下，继续猎武装拉起来。好，普陀山继续应该是配速宠，行 A 有没有漫天？没有。
好，守比斯还是继续守着赤铁，场面比较难受啊，五个单位全部倒地了。哦，好的，哦，出现了一个暴毙状态，对面的一个很恶心的一个卡封单位终于倒地了。现在对战方只剩下一个五个单位的一个输出出手，但是观战方来说也比较难，因为普陀山倒地还是一个封印状态倒地啊。所以说现在其实观战的一个打法来说应该是保证三个输出点，不过同时输出即可。不过普陀山的一个倒地其实也是挺好的，因为到如果你没倒地的话，估计那个刚才顶着能量球的天无就会下直接去集火你这个普陀山了。你想说就是他会用小爽倒地吗？漫天，对对对。那看一下第五装的一个漫天几率还是非常高啊，已经叠了两层了。共工再次把猎物装摁倒在地，舍比斯的伤害这个时候不会很高，他就是一个厉害的地方，就你这个可是拉不起来的兄弟。我只能说他的伤害不高，但手尸的伤害还是足够的。对，永生哥确实是出手十分的艰难，但是现在至少对面续收倒地了之后的话已经没有一个卡封的一个可能性出现了。对 对, 对，就看你现在要怎么打了鱼岛。而且说实话这张比封印持有给你的时间好像就只有50分钟，10:10打到11:00，如果你都没有封印成功的话那也是结束了，还是封印失败，就好像是刷副本，副本时间到了。对对 对, 对，封印失败，它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一个封印啊！啊，石头岭这样再倒，好拉起来，拉起来有九转，配速解开开掉，能不能拉起？可以拉 B， 啊拉了方寸，然后这回合两个一个高速单位就站在场上了，但是然后普陀山这个封印啊一定要解掉，小死亡一定要解掉。不解掉倒地就很难受了。这回合的话是三个物理输出的话都可以出手的，可以去用一些配合将三个输出的一个输出打出去。好，普陀山继续血灯先走起来，确保自己一个生存啊，这个直接把增益状态给清掉。这边共工这个这次的伤害没有很爆炸，但是也足以达到了对面点死的一个节奏。还是继续拉一下，强拉一下，有平砍加施博施多领的连环击吗？还好连环击有了，天无看一下，还好刚才的出了一个要性的护盾啊，要不然就被摁倒了。这个时候目前的情况呢，至少天无倒地了，对面输出的点已经不多，只剩下可以守尸的一个奢比斯以及这个共工了。看一下，这个共工是顶着能量球的，直接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单体伤害。寒冰煎牢，那个技能叫寒冰煎牢，然后可以附带一个小死亡。好，还是保一下普陀这个点。继续压尸。来了打共工，寒冰煎牢8800方寸倒地。这个突袭点确实比较难防啊。要赶紧把这一个会挂小死亡，而且现在的一个单位比较少的情况下，能量球是很快又轮到那一个单位了。是的，申哥也是手打字体啊，打出来告诉大家，我的人已经用了风卷残云，宝宝已经用了壁垒击破，我告诉你们我在干嘛，我在干嘛啊。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啊，不得不说。还魂来拉起，拉武装好，血灯起来，还行，全面先恢复一下，2089没有倒地，普陀现在有小死亡不能倒的，
哎，永生哥什么？三哥，你不是说你用了？看来是溜了一把队友。森哥，啊，森哥，全队集中攻击，一排左，左，森哥真的有意思，已经加入了一个指挥的一个阵容了。整体的话打到这个节点啊，其实我们也很享受这个比赛啊，这个我们现在也很希望鱼岛可以拿下这场比赛。对对对，啊，哦，这个平砍没中，不过以这样的一个形势下的发展的话，应该是能坚持到一个自由的一个下一回的一个涅槃重生的。我觉得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恢复的时间估计要很久。嗯，因为他没药啊，即使能扛得住他，我不知道他外面还有没有人给他们输送这个药品，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他很难扛下去，恢复得太慢了，因为对面的伤害，对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条蛇的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吗？对，哈哈哈，这个我明白了，森哥没事，你可以努力下一只神兽。梦想还是要的，有的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对吧？万一呢？对吧？一速提起了一个高速，应该要卡一个大金才能保住他一个站住。3500，雷炎环期来了，看一下，4600起刀，共工肯定要倒了。这个时候，好，共工倒下，共工倒下，那接下来再搞的就是帝江。好，风卷残云来了，这回没有看中技能了。3600，4300，好，昙花一现，继续倒地。森哥，哎，点了，看我的永生神掌！哎呀，厉害了，森哥。你旁边两个人倒地，但是这边的话没有封印啊，也是普陀山能够开始把血灯能接一接，回一回状态了。看一下现在，其实目前这个场上的一个输出点并没有很多了，他们现在已经是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慢慢的一个恢复了。对对对，帝江这个点了已经到，对，然后预备下一场的一个持有这个涅槃重生的一个环境。6滴血，1700，好的，这个还不错啊，运气。哎，估计他对这个门派也不太熟悉。不对，我猜是他忙着在打字。没有，他刚已经告诉大家了，刚是那个是永生神掌，他刚其实告诉大家他干嘛了。哦，啊，原来永生神掌是一个平 A 技能。没错，效果在的，效果在的。哎，他们说森哥没蓝，还真的有可能啊，还真的有可能。然后这个三个输出点应该是要持续能够拉一拉的啊，把帝江这个点打掉，应该就好打很多了。然后在现在一个喘息的时候的话，观战方也腾出了一个时间，打了一波广告。看一下吧，现在这个恢复是 OK 的了，人物已经全部站了起来。对啊，先杀帝江，连环接。好，那这样的话，帝江应该倒了。那进入全面恢复的时候了，那很惊心动魄的前面的40分钟的一个时间，我只能这么告诉大家。对对对，现在距离封印持有好像只剩下10分钟的时间，他们必须要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面把人物单位以及宝宝都弄满血，这是他们的前提啊。宝宝，目前场上的这5只宝宝可以基本上不用怎么管，因为他们肯定会拉一波须弥出来的。嗯，而他们的人物单位要恢复到满血，并且把腾挪镜这个说错不是腾挪镜，混元伞这个法宝给弄出来，这样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封印室友。
来了，点了，先点，先点灯，先点灯，武装也可以点灯，武装里现在的话也可以点一个血灯，可以，可以，可以，血灯继续接起来，赶紧去把那个伤药和大金卡上，白，因为剩下一个封印持有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一个充足了。好了，给申哥卡了一个3500的一个大金，至少他这就哎呦，还是很难站住，2900，1200，申哥还是命硬啊，申哥还行，还继续站着。对，我现在不是怕你封印不了，我是怕你时间不够。对。哎，队长位的一个第五装貌似一个卡片已经到时间了，显现了一个龙太子的一个造型。嗯。啊，这边变身卡，到时间了吗？啊，先点蓝灯，蓝不够。好了，玄冥也摁倒在地，剩下一个单位了，赶紧恢复一下血量，脾气也加上。这是三个输出点哦，赶紧进行全面的一个恢复吧。现在有大金的，一直顶就可以了，真的。对，因为奢比斯头上他顶着能量球，谁顶能量球，谁就是场上最慢出手的一个单位，所以说你肯定是可以通过。叠了很多那个大金之后再倒地，其实 OK 的。来看一下吧，现在其实已经是第一阶段的封印蚩尤最后的一个环节，回血啊，怎么回？哦，这个平砍要其实小心一点啊！哇，你还是花了半天大招，半天，你要小心，不要待会把奢比斯给摁死了。还行还行还行，能扛住了，能扛住了。因为血剑飞屋上来了，对战方的一个奢比斯也并没有守住，对，至少他战方的一个尸体人物单位没有倒地了嘛。嗯，斯托林的话还是在地上，还是会拉起来这把。普陀山看是只有一个单位，只有斯托林现在是没有灯的啊。时间咱们再来看一下，52分了，直接拉了须弥。普陀来拉这一次，有没有一个宝宝顶一个大金？平砍的，再加蓝，也是外边可能是有蓝钥匙丢进来了。是的，是的。没有顶大金，哎，直接手撕。没顶大金，这个还是要倒啊。大金这个能顶，还是赶紧顶一下。还有7分钟，7分钟，真的是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时间。估计一个混元闪都没有时间起的了，赶紧去把这个奢比斯给推下去，然后进入下场战斗。因为他们在第二阶段，对面。其实就只有80000血，而且是共生的一个状态。嗯，对，打谁都会受到伤害的。对对对，是。再换一只须弥，你还要腾出来一个回合来起混元伞。起混元伞，这个回合斯托林没有拉起来，因为斯托林也有一个特色，在躺地的一个回合有很高的一个几率是变身。不取消回合的。嗯，看下这一个回合有没有击杀掉对战方的一个奢比斯啊！这个已经好久没有看过可以封印到11点的蚩尤了。这一场封印蚩尤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对对，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能不能封印成功。这边普陀把灵动刷了一下，永生神掌，
拉起雷克斯托有没有顶个大金？没有吗？还得倒啊！又被手撕。那这样你怎么来拉呢？这样拉会有问题的。时间现在也不太充足了，剩下五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怎么办呢？鱼岛，不知道是不是没药啊？指挥赶紧想个办法，是一拉一顶大金来缓住一个被压死的一个情况，而且起来要赶紧变身了。选择用普多拉，他也可能是在等他这回合变身的结束啊。好，这把比斯也中了一个无魂，应该是要起混元伞了。应该没什么时间起混元伞了，赶紧把这个奢比斯给收掉，然后进入下场战斗吧。冲掉一个下一场战斗的一个蚩尤的话，估计要两至三回合。两个输出起了一个混元伞。看一下最后的四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了，看看瑟比斯有没有躺。躺了，进入下场战斗。瑟比斯倒地，将会进入到第二阶段，只剩下三分钟了，兄弟们。能不能在这三分钟把对战方推掉？来看一下八万血，鹰击，风卷残云。我估计的话，这个飘秒式吗？飘秒式。看一下要不要飘秒式，或者来一个那个天命剑法骑一下吗？是赌一下这个运气，一下怎么办？要不然第一回合先飘秒，第二回合直接就天命吧。来看一下啊，哦，被集火了，这里武装已经是倒地了，是毫无质疑要倒地的。打宝宝多好呢，直接摁死了我方一个输出单位。失魂给到强梁，连环击增加自己一个伤害输出。连环击也被控，金切咬到金切，选择了阴击。五千，这个五千还是很 OK 的。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血啊。看一下永生哥操作的神木林，你别永生神掌出去啊，兄弟！是啊，这个时候赶紧去掉出去。落叶潇潇，哦，漂亮！还有须弥，时间真的很紧凑，所剩无几了。你每一个回合的操作时间都会计算在内。看一下对面，我觉得得这一个回合要结束了吧？对，这个回合不结束的话就很危险了。对，只剩下一分钟了，这个争分夺秒可以说是。看应该还有一把金青吧？要确保一下一个输出的一个出手，毁灭之光，确实封印技能有没有确保是出手？可以，两个金青。这把没事，封他没事，不要封神木林就可以了。直接换的须弥，四千，貌似我们看到弹幕已经过了，这个应该是感觉上像是过了。对，也是最后一个，是不是？最后一个，打满了五十分钟的封印球，落叶潇潇一万，后面还有一波须弥，一只。七千八，法爆了，这个肯定是。好的，好的，哇，我们这个真的是打了满满的一个小时啊！是的。